平川说论镜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华山论剑杯的决赛，由英匪大战 Happy 这双方的第三场较量。前两场双方打成2-0， Happy 领先，我们看一下第三场英匪能否扳回一分。好，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啊，地图选择的是 TM， 出生在地图右下角是蓝色的兽族 ID 英匪。英匪这一次的话是主动选择用兽族啊，自己的副族来对战。 Happy 的话出生在地图的左上角，红色的亡灵。那最近 Happy 打兽族依然非常的强势，甚至令神在 Happy 手里也拿不到几个小分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英雄选择。 Happy 选择的是 DK 死亡骑士，那 Happy 的话战术基本上没什么变化。我们看一下英匪，英匪这一局的话选择的是先知，那先知手法没有变，但战术有可能变啊。第一场英匪是直接二本的话火魔去拆家，然后第二局的话是选择狼骑大战啊。第三局我们看看会选择什么战术啊。一般来说大地图比较适合英匪这种战术型的选手，来两头狼先把侦察的这边一个小四生给赶跑。 1.36 版本啊，双方只会出生在对立点位，不会出生在近点位，所以 Happy 的话可以第一时间侦察到这个位置。那英匪现在呢就去抓对手练级或者是自己练啊也行。来，英匪的话过来一看没抓到，哦，他想看一下对手是不是开矿嘛，没有开啊，那就自己练。好，狼的话已经看到了 DK 的位置，那先知过来的话，哎呀有点来不及了啊。 Happy 表示嘿，没猜到我吧，我就来练这。好， Happy 的话开局打了一个智力加三，还是很不错，这边的骷髅经验值应该可以抢掉吧 ，biu biu， 好，可以抢掉，拿到了37点经验值，可以，不仅仅是一个骷髅的经验值啊，刚才狼还抢了一点经验值。Happy 的话继续抗压练级，那先知呢肯定是要骚扰一下，好，两个人疯狂的用假动作，最终还是被 Happy 给抢了，各种按 S 啊假动作。好，这一波的话就是抢一下骷髅的经验值 ，DK 一发 C 升到了2。再打了一个隐身斗篷，解决野怪之后，这边再来处理一下你这个先知，好讨厌的先知是吧？啊，各种来欺负我是不是？好 ，DK 有空了，来处理一下这个先知。这边小骷髅要不要干坏事啊？把野怪给打醒。好，两个人依然还是形成一个你追我赶的一个局面啊。科技情况，英匪的话是二本即将升好，没有放兵营，大概率是二本之后直接出兽蓝啊，大概率是出飞龙了。哎。三级都不同的战术啊，看看效果会不会不一样。好，继续抢一抢这边的一个骷髅的经验值，来又一个骷髅的经验值啊。这边先知不容易蹭到85点经验值， DK 的话现在是313点经验值，那现在 Happy 离自己的三级啊也是越来越近了。这边的话啊，隐身斗篷全卖了，买了个贵族头环。先知这边的狼卡了一下 DK 的位置啊，想通过野怪来消耗 DK 的状态。Happy 的话双线小狗我继续练啊，不得不说啊 Happy 练级真的是无孔不入啊，神出鬼没。好，那看看科技情况，兽族的话二本升好，二发的是一个小歪，放下了双兽蓝，然后跳三本，那应该就是三本毒飞龙的战术。不得不说啊，目前来看的话英匪前期骚扰的效果也还行是吧， DK 的话没有顺利到三，最关键的话是 DK 自己的血线也不是特别的健康。那先知这一边的话是家里有药膏啊，贴一贴，双兽蓝 Happy 也是侦察到了，那懂了呀，飞龙了是吧，不会像之前一样 Happy 蒙在鼓里，以为对手飞龙结果出猎头，结果 Happy 的战术不对啊，被对手疯狂压制。好， Happy 这一波的话回家补一补状态啊，二本的话快升好了，二英雄的话大概率是巫妖，三英雄搞个炼金啊，炼金打这个飞龙还是蛮厉害的。来，两头狼过来一看 ，Happy 家里有一个冰塔，屠宰场一放，二本二英雄还没有选。那现在二英雄出来之后呢 ，Happy 还是要怂一下的啊，毕竟小歪一个变，先知一顿输出 ，DK 还是有点扛不住，所以 DK 呢先回家啊，恢复一下状态是吧，龟缩一番。那先知找了半天，这 DK 不敢出门，那我自己练吧。边练的过程中呢，飞龙也在出啊，飞龙一出，那这边的练级效率会非常的高。好，小歪这边的话没有带药膏，先知的话带了一点点，进化药水已经刻完了。 Happy 等半天，好，对手没不在，可以终于可以安心的练了啊，练三级之后的话有二级的 C， 二英雄的话还是选择巫妖， Happy 这边也在跳三本，双方的科技进度都比较的快啊，就看看谁先开始去开矿。
这张地图蛮大的啊，开矿的话还是收益比较的大。好，这边加五的工爪不错。Happy DK 升到了三级，这边也是搞了一个加五的工爪，哎，双方运气居然差不多啊，都有工爪。工爪对于巫妖来说啊，是非常不错的装备。那对于小黑与小歪来说，这个装备倒是一般般了。好，两飞龙，两英雄，来慢慢练啊，马上要双二的一个等级了。先知道二有闪电链。Happy 的话，侦查一刻也没有放松啊，骷髅的话满地图在看，这也是顶尖职业选手的一个大局观。这边打了一个吸血光环，用处不大啊，直接卖掉，卖完之后看看要不要混个群补啊。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到团战的时候，可以再等一等啊，现在先把兵的数量给攒起来，攻防提一提。这一波的话骷髅哦，把这个幼鸡野怪勾出来，好，因为要练大点了。你看小歪练级技巧是真的有啊，野怪一变跑在他后面他就往前走了，是吧，啊，这差点跑到别人家里去了啊。好，这一波的话飞龙要小心，这个输出打到飞龙身上很疼很疼。好，幸好野怪突然他想回家了，打了个黑暗宝珠，可以相当于一个骷髅剑。好， Happy 的话标准的打飞龙的打法，会出一个天鬼，后面的话三发一个炼金术士。接下来就看英匪什么时候开矿了，现在的话必须把两个英雄练到三以上，然后呢找个机会开个矿啊，双矿打单矿，疯狂爆飞龙，通过飞龙的数量来压制，爆发力很强啊，秒一组英雄就有的打了。好，现在有一个黑暗宝珠，相当于多了一个骷髅剑，这样练级起来也是比较方便一点啊，毕竟有小骷髅来扛伤害。那现在是将近八分钟，这边三本升好了，哎，英飞转这边自爆了啊，自爆还升好一个燃油，主要呢先把对手的一个天鬼给处理掉，后面的话找机会去偷对手的家啊，掏鸟窝是吧，把对手的鸟窝给掏了。我这边打了一个指环加四，限制的话到三级了，好继续练。双方这一段时间确实都是闷头发育啊，练级效率都非常的高，闷头发育。这边 DK 到三级了，巫妖的话 2.3， 好，炼金术士也出来了，三本一波流， Happy 的一贯打法要过来进攻了。哎，这里打了一个什么好的装备啊，打了个火教来了， Happy 两个人阵型拉好，狂狗也没有升好，好，毁灭即将升好，来伊帕诺瓦，嘿，居然你也有骷髅。好，因为现在的话飞龙并没有占绝对的数量啊，还是先撤一撤，等自己的部队数量再多一点。现在呢主要是把这边的一个自爆的数量给攒齐，把对方的毁灭天鬼给爆了。好， Happy 三本一波流他来了，因为家里暂时没有去升尖刺，但是城防已经升好了。好，先把这个商店给拔掉不，哦，自爆找个好机会爆他一下，但是暂时没有毁灭啊，爆天鬼也可以。Happy 这一波，哇 ，NZ 一个自爆直接解决掉，不得不说啊，这个火力确实给力。英雄 NC 一下，一个自爆解决掉，我这边的天鬼稳如泰山，毁灭也飘起来了。那英飞这一波不会被直接被压死吧？46、48 ，Happy 的人口还小有领先。这里的话，两个兽人还在疯狂的出兵，好，很谨慎啊。双方的话都是调整最有利的阵型，好，还在拆，哇，英飞怎么办？并非只能绕后了吧，这不打也不行，打也不行，哎，好，来了来了，还是要上这一波自爆，来找机会爆一下对方的一个毁灭。好，还是爆天鬼吧，爆毁灭爆不动一个，好，先把天鬼给清理掉。飞龙往前冲，无忧无妖一发 Nova 炼金输出一个硫酸炸弹，飞龙这边掉血非常的快啊，这三英雄打飞龙有点强。无忧又是一发 Nova 砸下去，好，小歪小歪赶紧治疗波，哦呦，差点解决掉啊。好啊，解治疗满上，又有飞龙来了，这一波的话英飞的拉扯也不错，来先把这边的食尸鬼给清理一下。战神415、785的数字还是有点小亏，来再把一个狂狗干掉，好，狂狗干掉，哎，这波就想杀英雄了，来 DK 一发 C， 好，这个 C 也很关键啊，差点被秒。飞龙三本毒飞龙的爆发输出还是可以的，这一波两个人互相接触了一下，操作都很细啊，矿双方暂时都没有。 Happy 的话 DK 没有蓝了，所以暂时不进攻，先发育一下。那 DK 的话带斧球是打飞龙的一个细节啊，如果是打其他兵种他就把斧球给无妖了。好，这一波，哎，英飞要反抓一波，波好，抓到了欧环链级，欧环一发 Nova 砸下去。这边小歪身上有没有魔法值啊，魔法值不是特别的多，这边 DK 的话蓝也不多，两个人都很谨慎啊，一碰就跑。炼金术士，哦呦，对空能力是真的猛。
先知，来，群捕控一个。狼骑两个了，现在兽子有一定的狙击能力，有狼骑网一下你，你可能就跑不了了。好，这边有个小狗，一直在侦查，就怕兽子偷矿。尤其是打英匪这种战术型的选手啊，一不小心偷个矿出来，哎，这里又抓到你链接，好，毁灭，看能不能打得动。这个毁灭有点肉，欧皇的话直接交 TP， 哎呀，毁灭还是没有保住。好，这一波 DK 由于没有这个蓝了啊，所以他只能走。你不走的话，部队会一个一个死。英匪的话，来顺势继续练吧。这一波的话，通过英雄的状态逼对手叫了个 TP。好，再练一个点位，练完这个点位的话，看看要不要上个岛啊，附近的点都练完了。那最近的话，兽族打亡灵确实有一个战术，就是上岛，上岛开矿。来，这个点练完，我们看一下等级啊， 3.8 3.5 欧皇的话 DK 已经倒了四级。好，果然上岛了，上岛了。这个岛矿要是开出来 Happy 发现不了的话，对于英匪来说那就很爽。Happy 现在的话，哎，阴影暂时还没有出啊，现在才开始出献祭深渊，也就是说这个岛矿 Happy 可能一时半会发现不了。好，九级的一个花岗岩，哎，这个怪居然这两个三级啊，没有到六级哦。来，飞龙现在是一攻零防。好，九级的一个花岗岩，看看能不能掉一个光环类的装备啊，搞个辉煌光环，先知最开心。哎，是不是辉煌光环？好，打的是一个召唤物啊，到时候打架的时候召唤一下 ，biu biu 解决掉，然后赶紧走。嗯，什么时候把矿给开过来呢？到时候靠飞艇吧。Happy 的话还在继续练，哎，不知不觉三英雄的魔法这就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要不继续进攻？好 ，Happy 这边也看见了对手侦查的骷髅，英匪这边继续，来这边的飞艇回家运几个农民过来啊，开个矿。目前的话资源哎有点少，有条件看看要不要去买个迷你基地啊，迷你基地开矿那就舒服了。啊，这只狗估计要在这里守一场了啊，非常非常的敬业，老大叫我在这我就在这是吧，啥也不干。好，这边还打了一个沉默，可以啊，相当于多了一个小黑。那英匪继续练双四的一个等级了，那一边的话是433，等级也不低。来，开局13分钟，英匪上岛开矿了，可以，这个岛矿要是能开出来啊，对自己来说还是增益蛮大的。目前人口 Happy 50，英匪66人口哦， Happy 55了，也开始爆兵了。这一波打一个什么好的装备？小歪现在是 4.3， 打了一个抗魔还是不错的啊，尤其是打不死族，整个抗魔是吧，可以多挨几个 C。哎 ，Happy 练级好，被英匪侦查到了，原来你还在这练。Happy 的话也是破50了啊，来飞艇继续侦查，这个矿的话慢慢再偷。这一波天鬼零攻零防，毁灭升好了两防，哎，就是防你的自爆。这边自爆的数量还是保守了啊。好，英匪现在钱已经花了差不多了，70人口，欧皇58人口，英匪高了将近12人口。来吧，等这个自爆出来之后，看看要不要找机会去打一架。炼金术士，哎呀，这个状态贼好，433，满血满蓝 ，Happy 三本他又来了啊，62大战70，英匪的人口领先并没有那么多了，这一波分矿即将开好，双方的话中间要相遇了不？先知身上的话有个无敌，小歪有个抗魔比较肉，好来了，三本一波啊，就是第二波了啊，双方的等级还是比较的高，有狼骑，这边想走没有那么方便。来，先打谁？好，先处理一下小狗。好，来，从侧面自爆过去了，但是 Happy 还是发现了啊。biu biu， 天鬼清理掉一两个，但是呢，还是没有清理完毕。好，毁灭这一波骑射，把这个毁灭给干掉不？闪电链一交，来群捕一吃，这一波团战双方打得比较的惨烈。英匪还有60人口，欧皇52人口了，还有巫妖升到了四级，有一个自爆过去把毁灭给撞掉。来，飞龙的话走位小心一点，时不时上树。但这几个英雄怎么办？这个英雄好像很硬。来，炼金术士秒掉。好，小歪升到五级，这一波英匪能不能把 Happy 给打垮？这一波很强势，很强势。来，这一波的话 ，DK 乌鸦好，这两英雄现在对空能力还是比较强，毁灭也比较扎实。DK 升到五级，好 ，Happy 表示有点扛不过去了，走，这个毁灭会不会干掉？来，所有输出，哦，这个毁灭还是保住了。好，这一波拼完哈，双方的话70多人口达到30人口，惨烈，相当惨烈。 Happy 的战损是2900，英匪的战损是2500，
啊，双方战绩都挺高。但好消息是英匪这个分矿开了出来，马上要双矿打单矿了，我后面爆兵是吧，就有一个资源优势。好，难道这一局英匪要赢？我们看一下啊，双武的一个等级，欧皇的话阵亡了一个英雄，接下来家里补给一下，还陪家里，我们看一下英雄，好，直接是中间买活了，买活英雄补一补状态啊，有个盒子在，人口的话还是比较低，41人口。英匪现在来顺势多练练级波啊，打点野怪赚钱吧，经验值已经吃不到了，装备拿一拿。资源方面，哎，这个毁灭看能不能发现。我们看一下 Happy 的视角啊，有没有发现开矿？嗯，还是没有的。好，英匪现在这个矿开上岛开的是真的舒服。三级隐身狼抓到欧王了，这一波敢不敢来啊？英匪好像也不太敢。英匪现在表示我要保守一点啊，去对手家跑跑家是吧？我现在双矿运营，我多跑一会家，多踩一点钱来。每次你一个 TP， 我一个 TP， 还是我赚。好，欧皇的话分矿要开出来了啊，欧皇的矿还是会开的啊。哎，这一波好像没有发现。好，那看到这个农民了，大概懂了吧？对手应该开矿了，来都来了，主矿搞他一波。好 ，Happy 直接交 TP， 稳的喽。贴个加速来看能不能去分矿看一眼，先知五级，小外五级，这一波的话分矿分矿，哎，没有往前走一下啊，哦，没有，他怕走到这对手如果没有开矿，欧皇追过来可能会被逼东啊，所以他还是往这边来走一点。好 ，Happy 现在还是很凶的啊，两个毁灭升好了三防，这个毁灭相当的硬，英飞直接交 TP 走来，我 TP 回家是吧？你丢失我的视野，我找个机会呢，有钱之后继续开矿啊。要不要继续上岛？ Happy 现在丢失对手的一个身影，好，买了一个 TP 啊，就怕你跑家啊，再买一个 TP 啊，现在双矿打双矿的一个局面。英匪这个矿开的话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啊，欧皇还是把自己的分矿给开了出来。好，两个隐身狼在对手家里开始屠农了，那 Happy 也赶紧出阴影啊，出阴影，多出几个阴影，阴影在后面的话你想整活，那我一切我都看在眼里。现在英匪怎么打呢？练级的话已经到天花板了，练不动，那现在的话得找条件开个矿啊，不过开矿现在欧皇有阴影了，矿也不是特别好开。 Happy 好，直接赖了啊，又跑到你家来了，那因为这一波是不是被迫应战呢？来了，自爆飞龙继续出50大战59，双方人口差距呢也不是特别大， Happy 毕竟也是有个分矿的啊。来，英匪都想把对方给勾过来啊，在自己的塔，在自己的地洞面前来打架，自己占一点小优势。阴影的话啊，现在已经开始跟定了你啊，主打的就是个陪伴，跟着你，你去哪我去哪，然后 Happy 英雄的话找机会继续扩张，继续开矿。人口 Happy 55人口，那英匪现在是62人口啊，英匪的钱花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勤快，几乎有多少钱都花掉是吧，存款的话不超过三位数。好，英匪想跑家，但是阴影的话一切看在眼里，哦呦，这自爆的数量也是很多啊，七个，但 Happy 看见了，看见之后他随时可以应对，看看英匪跑分矿还是跑主矿，往这边走。 Happy 的话首先是守分矿，我 Happy 毁灭直接飘啊，我知道你来了，直接飘。英匪这波团战能打不？不好打，阴影在你旁边是吧，你干啥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好，三级隐身了，尤其对手家主矿搞一波怎么办啊，想跑家一切在被欧皇给看见了，不太好跑，小心跑着跑着落落对手的一个陷阱。现在双矿打双矿，英匪的话好继续开矿，嚯，这 Happy 的阴影是真的多啊，几乎哪里有机会开矿他就有阴影在。人口64，大战70，好，英匪绕了一大圈，这一波飞龙看看效果如何啊，直接从后面掏你鸟窝了，来了，好，飞龙隐身狼来了，一个农民倒下，再来一个农民倒下，自爆看见了一个天鬼冲上去，升好了三防，撞不动一个了啊，这一个天鬼要两个自爆有点难受啊。英匪这一波，哎，能不能找机会搞对手一个英雄，哎，输出不够。好，这边的话搞了几个农民啊，搞了两三个农民。好，分矿的话再去搞一下隐身狼过来，看见了，哎呀，英匪表示我以为我矿偷得很开心，没想到对手也有矿啊。
好，林飞又用自己的一个牵制战术啊，主矿分矿分别的来屠农。欧皇看看能不能应对，但是欧皇防骚扰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啊。主矿分矿来阴影战骷髅一招，这一波飞龙自爆又来了。炼金术士一个人守家，炼金术士确实守家能力还是很强的。哦呦，硫酸炸弹一扔，好，框盖子给你掀了。哎，这一波鹰飞还是打对手的一个经济。哦呦，炼金术士这一个人可以打对方一队啊。好，框盖子掀掉，但是主矿的话也快踩完了，掀掉的话意义不大，所以欧皇的话把重点放在了分矿，守得很严实。鹰飞继续开矿，但是阴影也看见了，那欧皇有空肯定会去处理的。这一边双五的一个英雄等级还是没有到六，这边赶紧小玩拿一口啊。哦呦，刚才被一个炼金术士搞得这么惨，欧皇大部队过来了，小心啊，不要被逼动。汉飞守家还是守得不错，隐身狼又找机会去搞一下对手的一个分矿。哇，鹰飞这波要开几个分矿啊，要疯狂的开矿。来，自爆台又来了，又搞机会偷袭一下对手。鹰飞这几波跑家跑的确实非常有东西啊。好，主矿的话矿盖子没有，这边大部队要去分矿了。哎，分矿两个自爆可以把这个毁灭给撞掉，这一波狼骑好被欧皇秒掉一个。鹰飞的话大部队吸引注意力，来，自爆来了，好，两个毁灭。哎，毁灭发现了跑，嗨皮交 TP 了。哎哎哎，大部队赶紧走赶紧走。哦呦，天鬼 biu， 哎呀，还是没撞死啊，这三防不太好撞。好，鹰飞这个矿马上开出来了，这个矿呢也有机会开出来，这一局双方要形成乱矿的一个局面，所以说时长也是比较的久啊。现在打了20多分钟啊，感觉这个比赛还在刚刚开始，是吧？进入一个博弈的一个阶段，你开矿我开矿啊，防守进攻谁更强。来了，又来了 ，Happy 的主矿一时半会弄不起来，这感觉也没必要弄，是吧？你这一弄的话也300块钱。好，看看这个分矿能不能搞得动。现在鹰飞71人口，哎，这跑家小心把自己跑没啊！每一次的话，欧皇技能一甩，估计能赚一个单位。好，隐身狼又过去了，但是阴影非常的多。这边呢，自爆这边一看主矿它不动了，那在这里也没有意义。要不鹰飞这个部队合体一下打一波团战。好，鹰飞部队好像想合体，来你追我这边的话合个体给你拼一波。现在75大战61，人口领先有点多啊，这个分矿已经开好了，可以欧皇的话往这边走。那鹰飞也是懂了对手的话大概率是有阴影的，往这边来走。人口现在欧皇62，这一波欧皇人口落后还是比较的多啊，落后13人口。好，鹰飞部队集结完毕。好，这一波双方继续大打出手了。小歪目前的蓝补的差不多， Happy 敢上不？哎，抓一个科多，这科多的话看看能不能走掉。好，大部队过来汇合，哇，直接 NC 炼金术士硫酸炸弹一人。好，自爆一波上来了，赶紧冲。我们看一下 BB 毁灭非常的硬，这边吃个群补继续轰，毁灭倒下一个。现在人口53大战59，鹰飞的人口掉的也是蛮多的。来，看能不能秒个英雄，闪灵灵一交，好，这边无敌交出来了，盒子 A 掉一个，飞龙又倒下一个，现在 Happy 仅剩3个英雄加上一个毁灭，哎，怎么又有两个毁灭来了？好，分矿的毁灭也过来支援一下，这一波飞龙死的有点快，鹰飞赶紧继续补兵，哎，看能不能秒一下 DK 一身血桥无敌，好，这个毁灭秒掉一个，小歪小心，这边的话，嚯 ，NC 干掉一个狼骑，欧皇的话交个 TP， 哇，这一波欧皇打的完美啊，战神。欧皇2600，鹰飞3400，哇，鹰飞亏了，领先12人口，但是没有打赢啊。那现在打下去对鹰飞来说越来越不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死族三英雄的成长性太高了，这俩英雄到5级之后啊，基本就差不多了。好，鹰飞现在是3矿打1矿，加上这个的话啊，4矿打2矿，是吧？欧皇的话，这一波资源方面会吃紧啊，鹰飞。通过自己强大的运营，现在占据了资源的一个优势。先知5.8级，再搞下去要到6级了。6级之后升个地震，拆家能力很强。海片阴影数量有点多啊，4个阴影你敢信？场上有4个阴影。好，终究还有丢失视野了。小歪带着部队要去冲主矿不？
先知又 NC 一下，小心，这边想单船走，巫妖一发 Nova 下去，能不能扛得住？好，扛住了，不容易。过来的话，主矿，但是主矿拆的好像意义不大呀。主矿现在没有钱采了，拆完之后我就拆点建筑。好 ，Happy 的话现在排视野了，因为也是知道现在满地图都是眼睛啊，满地都是阴影，疯狂的布局视野。炼金一个人回来守得住吗？嗯，还是小心一点。研究完成。好，英飞现在一二三四四矿打两矿 ，Happy 继续开矿。现在英飞是越打到后面正面越打不过嘛，只能跑家。但是 Happy 的话防跑家的能力也很强，难度有点大啊。这边双五的等级，那这个炼金术士也快到五级了。哎，这边有眼睛，嘿，看见了啊，有个阴影，王柱 biu biu 赶掉。好，英飞现在就是疯狂的插眼睛，疯狂的抓对方的阴影，然后找机会搞对手的一个分矿。哇，这一局算形成一个博弈的局面了啊！来，先知去主矿搞一波，然后呢，自爆飞龙来这个分矿弄一波。Happy 守得住吗？好，这里也被搞，可以，英飞是三线进攻。Happy 看看守哪里啊，三线进攻啊，这边就一个炼金术士守得住不？那炼金术士对空能力确实强，那这边继续拆吧。哎，这里哪个英雄单传过来呀？好， DK 回来了，先知六级直接地震。好，地震拆家，先知身上的话还是有 TP 的啊。小歪治疗技术奶住。好，这里五，好，加个 TP 走了。小外要上车啊，千万别被秒了。那另外一边好，炼金术是守的是真的稳啊，这边自爆打不过他，那搞这个分矿吧。英飞继续跑家，现在69人口，哇，69，欧皇的话是49，人口落后比较的多。英飞现在资源优势，呦呦呦呦呦，这边又有一个英雄单传过来了，哇，炼金术是单传过来，那这一波你单传过来我就拆这。然后大部队又来了，这一波的话69人口啊，高了将近20人口，看这一波团战英飞能不能又打一个大优势出来。来，这个分矿拆一下， Happy 来了，英飞敢不敢打？不太敢，不太敢。这时候的话三英雄好像战斗能力有点强，这边飞龙也是升好了三攻。哎哎哎，哦，这一波难受啊，被追了。哎呀，这自爆的话没有去撞，不太敢撞。Biu 现在撞了也白撞，这一波空军被抓，哇，看能不能把这个毁灭给干掉。哈，毁灭跑得快，没办法，那英飞瞬间又掉了好多人口，难受。好，这边补了一下狼骑，看看要不要找机会打一架。小歪马上也到六级了啊，先知继续过来放地震不？好，继续地震，放两次地震了，我把你家给拆了。这边谁单传过来？好， DK 单传过来，不愧是大哥啊。先知拆的差不多了，狼骑也过来，嘿 ，DK 能不能抓一波？哦，不过欧皇的话，后续部队也差不多过来了，小心不要被反杀啊！巫妖也来了，五级巫妖，哦呦，这个诺瓦能力太强了。先知先知，要不要交个 TP？DK 再来一发 C， 你可能就倒了。啊 ，biu 好，无敌躲 C。那这边的话，诺瓦一下狼骑要被带走。好，在主矿打架的时候，分矿又来了。多少个飞龙啊？六个飞龙，好像打不过这个四级炼金术士。哇，四级炼金咋那么强呢？先知隐身狼继续去骚扰。这边的话，单船到哪里？这个分矿守的有点稳啊。Happy 的话，防跑家是真的强。那英飞现在怎么办？英飞现在的矿还是一二三，这个矿马上踩完了，导矿都快踩完了。欧环这个矿也踩的差不多。好，飞龙这边继续过来杀一些农民，但越打到后面好像杀农民也用处不是那么大了。关键是欧环这么多兵，英飞即便是高了20人口也不一定打得过，对手现在英雄成长性有点高。好，英飞继续是跟对方打资源啊，换资源，来再把这个矿盖子给掀掉，但是这个矿盖子可能代价会非常的大。自爆来不及撞他一下吧，来毁灭，来撞毁灭。好，英飞突然之间调转目标杀英雄波，有后面又有两个毁灭，这边把盒子给 A 掉。 DK 的话变了，能秒英雄波，
炼金术士来了，我要走。炼金术士对空能力有点强，魔环的话来吃个血瓶。好，想杀一下巫妖 DK 变掉，能不能杀掉巫妖？哎呀，魔环的话毁灭一息。哎，那这一波应费巨亏无比啊，本来高了将近20人口，现在要落后将近几人口了啊。战损一个1000，一个2000多，这每一次团战应费都要亏，也幸亏是自己家大业大，矿比较多，否则早就亏没了。好，拼完这一波，英飞现在是6+的等级，欧皇的话也是有一个 DK 到了6级啊。欧皇现在是双矿运营，打英飞的3矿，怎么办？英飞还能再开一个矿出来不？如果能牵制住欧皇，可以考虑再开一个矿。如果再开一个矿，对于兽族来说，是吧？那个农民也占的人口也是比较的多啊。先知6级大招好，继续过去再拆他一波。那拆的过程中呢，哦哟，碰到对方部队了，赶紧单船走不？要被逼动了。6级先知跑，我跑，我跑，好，单船走。魔环也是没有交技能，来，先知故意把你骗开来，然后我又去拆你的主矿了，3本基地给你一拆。好，魔环交 TP 了不？单船还是 TP 啊？看一下。这欧皇的话还是稳啊，直接交 TP， 哎呦，又一个飞龙自爆被灭掉。那现在越跑英飞越亏啊，跑不动了，咋办呢？好，这边继续开矿，但是你开矿的话，这边阴影已经看在眼里了啊。现在小开矿难度有点大，关键是正面打不过啊。英飞还有2000多块钱的存款，哇，亏了那么多兵，还有2000多，不过现在人口的话压在50，没有爆兵了。自爆想拆，但是5级炼金在这拆不动。现在欧皇一个英雄就能打你一队部队啊，怎么办？对于英飞来说，现在要不集中兵力打一架？但刚才打几波都亏了，现在不太敢打。好，这个矿没有机会开啊。欧皇的话，阴影满地图都是，至少保存场面上有4个阴影在。我们的金矿倒塌了。来，舍近求远，他这里看看能不能灯下黑开个矿。这边还想继续去拆 Happy 5级炼金在家守着。嘿，这边先知又去拆这个矿。好，英匪的话是双矿进攻， DK 第一时间单传过来， NC 要小心啊，后面巫妖一回来输出就比较给力了。那先知要交 TP 了。我们遭到了攻击，这一波抓了一个什么东西？好，抓了一个食尸鬼。好，食尸鬼也是经验值啊，苍蝇肉也是肉，先把它弄死。现在人口48-65，欧皇人口65了，正面的话完全就没法打。英飞现在3500块钱存款，要不爆一波兵？好，阴影又把你看在眼里了。哦，欧皇大部队过来，狼气网一下，赶紧撤。我们的基地被攻击了。这边想开矿还是开不了啊？欧皇的话，侦查已经做到毫无死角了。遭到了攻击。哎，我很好奇，欧皇有没有发现这个岛矿啊？嘿，没有，可以。感觉可以踩完哦，已经踩完了，欧皇都没有发现有岛矿。哎，英飞说早知道我多开几个岛矿啊。哦，这一波的话阴影又是跟着你来，有个眼睛，阴影敢过去吗？哦呀，现在毁灭有点硬，零攻3防。这边小狗攻过来，要不远程采矿吧，哈，有小狗在，远程采矿也采不了。好，英飞爆兵了，71人口了啊。现在3000多块钱全给他给花了，爆到100人口，看看能否跟欧皇决一死战。那欧皇呢也在爆兵，68人口，哇，这一局双方拼的那叫一个惨烈。NC 以一个自爆解决，哦哟，飞龙也很危险，哇，毁灭现在有蓝的，必有飞龙也秒了，这人口爆不起来呀，这刚爆到70多又掉到60多了，哎呀，先知只能交 TP， 现在不死族的火力太凶了。来，把部队给集结起来，两个飞龙，小猫2-3只，赶过来不？炼金术士一看，哎，对手好像兵越来越多，好，赶紧走。这边狼骑跑哪去了？啊，跑到别人眼前去了，直接秒掉。好，英飞又爆到72人口了，哦呦，这几波死了很多兵啊，交了 TP， 花了不少钱。好，还是想开这个矿，不开这个矿打不过了。英飞84人口，好，爆兵啊，爆到84。 Happy 的话直接过来了，这一波双方正面交锋。
我玩这一边的话，炼金术是 5.5 就要快到6级了，这6级之后直接可以点兵成钱了。鹰飞直接当着欧皇的面买了个迷你基地啊，这个矿必须开出来，这一波能不能开出来，我飞龙太脆了啊。面对欧皇的这三英雄，这飞龙的话像纸一样点一下就倒，点一下就倒，怎么办？炼金术这经验值卡卡的涨啊，5.7级了。好，后面又有三个飞龙，这边飞龙继续打输出。小歪的话身上还有一个蓝瓶，毁灭能不能打得动？哇，毁灭打不动啊！鹰飞80多人口瞬间掉到70多 ，Happy 的话50人口啊，70人口稳如泰山。来，这几个毁灭能不能点得动？炼金术是5.9级啦，好，欧皇 DK 没什么蓝了，直接走来干掉一个天鬼。鹰飞一看对手英雄状态不行，来直接往前上，尤其那么多残血的毁灭。闪电链一交完了，炼金术士到6级了，6级撤壁又直接变钱，那这波没法打了呀。对手后面疯狂6级英雄来搞你，哇，第一次见比赛中有6级的炼金术士。鹰飞来这边继续拆对手的一个矿，但是欧魂即便没有矿他也不怕了，我有6级的炼金术士。好，这面的话现在人口欧魂领先，鹰飞完全打不过呀，这毁灭太硬了。飞龙点不动，出自爆的话，感觉每次被 Nova 技能给打掉。好，飞龙很硬，这边的毁灭很硬，飞龙完全点不动，一个一个倒下。鹰飞打出 GG， 我们恭喜 Happy， 双方鏖战将近40分钟，还是 Happy 笑到了最后啊。Happy， 不得不说他的正面操作确实太强太强。好，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，记得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